拥有一副紫色的声音，非常的动听，而且气质高贵。我们来欢迎她，那就是张清芳小姐。飞哥哥好，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哎，张清芳来来，这个邀请到你，每次都让我雀跃不已啊！哎，真的，我觉得你非常可爱，哎，谢谢。这个眼神啊，跟你这个眉宇之间呐、啊，都散发出一种我刚刚所介绍的这种纯真的气质。哎、紫色的，哎，紫色，哎，今天也是紫色的衣服啊。啊，对，我们两个蛮搭的。哎、对，你的是藕色。哦，这个叫藕色。也是算是紫色的系列里面。哦，这不叫咖啡色或者枣红色。不是，它是藕色，而且有点发亮，哎、质感很好。哇塞，啊，这年轻人的用语跟我们都不太一样了哈。啊。以前我们都叫就是藕色给嘛。对。我觉得你是越来越有女人的味道了。我、哦、这句话的。这个真的是没有，就绝对不是这样。只是说年纪长大，随着年纪做适合自己年纪的打扮，不装小了。这、哦、其实你还是很小，我觉得。嗯。哎，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最好？其实不管年纪多大了，嗯，但是心里永远保持一颗童心、赤子之心。嗯。像飞哥你也是啊，哎、虽然年纪就不是很小，但是你一直还有一个。很帅直很可爱的个性。哎呦，帅真的可爱的，拜托以后这句背熟一点好吗？我讲我很难过了。不是啊、嗯，怎么样来保持赤子之心呢？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就是返老还童，然后回想到过去小时候的事情呢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特别学了一些童谣、嗯哎，因为这些童谣，坦白讲，我自己在小时候也没有念过、嗯，但是呢，因为有这样一个主题，嗯、所以我特别去学了这些，也希望这些童谣呢，让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能够感染一些赤子之情。哎，不错，好不好？我们听听看我们能不能年轻几岁吧。好、哎，这个我先来一段啊。哎天公伯啊，真好天、嗯！大人爱赚钱，囡仔爱过年。哎，那这非常很简单，可是它意思很鲜明啊。对，什么天公伯啊，因为以前是靠天吃饭嘛，啊、那天气好才能夏天去耕耘呢、啊，然后才有米吃嘛。哦，是这样。嗯、那大人的金赚钱呢，囡仔的好过年。嘿，嗯，还有什么呢？啊，过来哈、哦。冬天那个是过年是冬天，刚刚是春天的，是冬冬春交界之际，现在就来到夏天，天气比较热，哈、嗯，风景来一钱，予你买往来；风景去一个，予你买家己。家己是什么东西？家己就是那个，听说是那个以前的。乞丐有没有、前面背的一个，把他所有的家当都放在里面，用竹子编的那个、那个叫嘎吉，而且跟这个天后又扯上关系，这好像是夏天的了。对，夏天。嗯，还有哪些是好玩有趣一点的有没有？还有就是，比如小孩子在一起都会逗趣。哦，对，小孩子常常会、开玩笑，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恶意。哦，比如说有一个就叫阿姑咯。阿姑。听起来非常亲切，这个感觉，好像是我小时候，我厝边隔壁人叫我阿姑，阿姑哟，是我的小名啊。听听看嘛，哈。阿姑阿姑，厝顶挂落来，有喙齿无下害，叫西公叫未来，叫土公拖去台。哎呦嘞，哇阿姑，我咧用拖去台啊你啊。公生笑的啦。据我知道，你小时候好像也很爱哭，对不对？哎、所以说我也有一个同这个同谣谣还是谣哎，还是谚语，爱靠行，剃头剃几边啊，看起我爱行，好好加几边哎，我叫好加，对啊，爱靠行啊，我嘛有哦，恰查甫，恰白白，点火烧大白，大白行入山，点火烧大竿。哎呦，赶紧休息。你脑筋还不错，这个本来是恰杂波，恰杂波，你变成恰杂波。对啊，要改一下。修达官，达官是什么意思？达官就是那个公婆的公公。哦、公公叫达官。公公就是那个我嫁给你，你的爸爸就是我达官、啊，这样。啊，我叫你爸爸，爱叫丈人啊。啊，你叫我妈妈应该叫达夫啊。打官打夫啊！好了，这个是超出童谣的范围。童谣里面刚刚像我们俩这样斗嘴，就是男生跟女生。没有没有，刚刚你已经叫我爸爸叫打官了，这时候我就要送你一个了。啊！哎，啊，心灵水当当，啊，来破口袋破几空，啊，头前的卖开米店，
好，不要再捧咪棒。乱讲，你开咪掉。好啊，我唱一个《卖乌龟》，好吧？乌龟。哦，小时候常听啊，那个车子推车有没有？贵，菜头贵，来哟，好家伙！是金马的人讲，以前人不是安尼讲啊，我讲给你听哈。油车粿、小甲菜、土豆仁、俩龟背、妈祖公、宽点会、市场来卖乌龟。哇，这可以反映出当时那个。卖藕桂的那种市场的感觉，就是在马祖的庙旁边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像什么哎 ，A B C 高嘎的阿公啊坐飞机，破一个零机机，叫医生啊加医一个卡骨大碎机呀，大碎机。哎呀，那时候可以反映出那时候的医学不是很发达。还有 A B C 啊，哎，对啊，表示那个时候你看台湾刚好流行哦。有外语有英语要进来了嘛？啊，就是 A B C 就加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童谣里面，童谣里面朗朗上口。哎，而且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这医术的有问题。啊，过头了。哎，到现在还有些人去医他的手啊，一直接不好。嘿，医生讲，啪登几遍，过顶脚，你听过这个没有？没有。很可怕，真的。骨头脱臼一直长不好，然后说那个医生，嘿，我要给你歪来，哐解一下，又弄断一次，哇，很惨的。我一直到最近还听说这个事情，现在应该这种方法是很笨的方法。飞哥，你又扯远了。啊，对，但起码是公牛，就中医跟西医的。童谣。哦，童谣。童谣还有一种哦，是让人家猜的。猜的哦，那这个八九不离十，没有人，我一定可以猜得很准。好，开始哈。对。好你有，好你有，好你有袂着，一丛树啊，两片叶，愈来愈去，愈袂着。我岁寒六年级都不听鬼节，咦呀，在，对不对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过节。嗯，顶石鸭会叫，会生根，袂发锈。顶石鸭会叫，顶一石鸭就会叫。嘿，会生根。会生根。嘿，哎，过会生根。嘿，啊，袂发锈。袂发锈。水气，水气嘛，对不对？你哪会拢知啦？我当然嘛知，开玩笑的，要不然。啊，够有啦。要不要？嗯。金鳌叫，金鳌，就那里顶来。金鳌叫，金鳌叫，阿公阿妈甲你笑。哎，跟我吃豆腐哦！我又就现在在水气里变阿妈呀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学这两题，可以考考你的。哎呀，不简单啊！给我们带来这些朋友，果然让我们觉得回到了小时候。其实我也背了，好辛苦。真的是不错。